手术的部分，我已经安排好势啊。沈美老被手术了，伊啦，我会替你哦，先甲白拍一下招呼的。我即摆有代志要处理，先安尼啊。是我一个朋友啦，伊拄我伊伫咧拜托我，你帮伊敲什么哦单人病房啦。啊，好佳哉，你去拜啊，我就只有靠头挂电话。这款代志，若是答应一届就第二届。 上好，莫去惹这款麻烦。你妈妈的代志，你知影怎做才是上好的吼？你放心啦，我永远啊，做我妈妈上乖的、上疼的后生。人到最后拢是为着家己来，真正过较遐尼好听。结果伊也毋是惯势有钱人的日子啊，为着这个身份反背成欲。 好啦，有什么代志，随我联络啊。罗林这里啊，等你回来，我送你一个巨大的 surprise。原来迄天，你讲有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去病院做检查哦。嘿。 关关，遐尼重要代志，你奈无甲我讲啊？歹势啦，我都是甲你烦恼嘛。你无甲我讲，我才真正会烦恼，好无？而且关关是大手术呢，无人照顾你是变怎啦？我真毋是甲你讲啊。你当然嘛甲我讲，我是你上亲的人呢。我看你哦，去动手术，然后平安无代志。 多谢你啊！好，你这个烦恼，谁就歹势。又搁是多谢，又搁是歹势。谁呐？对我遐尔客气，袂说我是亲人嘞。你想想怎样？敢有？我讲伊事实好无？我感觉你回去丢家了后，要变节了。不如我参照，我是西亚仔。 是讲，你甲伊丈夫人也无啥物关系啊？是安怎？你也为着伊无遐尼大险啊？因为，伊说是。信宏是讲瑞德已经出院啊，敢毋是工作发炎吗？ 瑞德，你毋是出院啊？敢是康师傅状况？我无代志啊，只是来回诊尔啦。啊，我拄仔看到你的手，是毋是有创伤？是嘞啊，我问伤济啊。啊，毋是讲好，那个出院伫我面头前啊，你是拢袂记得啊？ 阿仔，你讲话嘛，太过不客气啊！我今日就离开啊，你保重。阿姐，我知我安尼做，一定让你最伤心的。用过电话都无用啊，再都安全。 这才是上重要的。看阿仔的眼神，嘛不是完全对何小姐无感觉。而且蔡大富嘛有讲过，若是阮瑞德，根本无可能介意参加我这款遐尼丑陋的查囡仔。